然后因为今天是李太太的生日，然后我们在邀请我们的暖男光汉出来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唱生日歌来祝李太太生日快乐。好，我们请光汉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还要给你票哎、欸！好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哇哇哇，拍眼罩，吓死我了！哇，你们这太过分了吧！哇，你们都认识的、欸，我们都是李太太啊！哦，李太太哦，我现在才想到，李太太啊！我想说李太太到底是谁？既然假上竟然要包，然后还要我来，他是不是投资很多钱还是什么？看我吓一跳。二，阳光普照。一起真的真的想见你。好。